怎么这么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纯素颜直播。你看，素颜到什么程度？你看我这儿长了一个痘，今天早上刚把它挤爆，然后现在还是红的，那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你其他地方皮肤还行，就这里长了个痘，有点烦，也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狂放不羁的头发。你知道我这个头发，人家说你是不是没洗头？对不起，我洗头头发才会变成这样。不洗头的话头发是好看的，洗头的话头发就会变成这样。哎呀不行，我这痘太像一个红色的痣一样。今天干嘛了？今天电台呀。电台之前不是练舞去了吗？难得跳了一次舞，跳的我满身是汗。今天跳舞之前有看要学的东西，我都有点发慌心里，因为太久没跳，我几个月没跳舞了嘛，然后有点害怕，怕自己跳不好，然后刚跳也是动作十分的僵硬，但是跳着跳着就找回了原来的感觉，就还行。是什么东西就不说了，不能告诉你们太多，多多少少还是得有点期待感，是吧？哎呀，这个好烦！我本来想直播开那个磨皮开到100%，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弄掉，结果开了磨皮还是怎么样，还是这样。所以刚才就不开了。我本来不长痘的，但最近比较忙，化妆化的多，所以皮肤再好也难免长一两个痘，是吧？痘痘贴本来贴痘痘贴了，但贴痘痘贴感觉更难看。所以就没贴。陈乐，我是虚西哥哥，他不会这么说话的。陈乐，我如何？磊磊 channel vs 前面。俩人都不选我，都不咋地。乐乐有什么可以快速入眠的妙招？运动到累的起不来，就累的整个人都发晕，这样就可以。我每次跟猫儿打完篮球回来都睡得特别好。成了明天玩游戏吗？看我到时候心情咯。最近累不累？累嘛，谁都累了。我累了，别人就不累了。我累，别人肯定大家都累了，大家都会都有累的事儿，是吧？忠诚了有福君吗？有，必须有。库里 vs 西智宁。你又要去上班？没有，我现在回家下班了。走吧，这小卷发是不是还行？
From Home 的前奏你会弹吗？不会，但是练的话肯定就会啊。哦，打工仔下班了。肉有自己独特的开嗓方式吗？就早上起来，就是在打歌的时候，早上起床，先洗澡去，洗澡的时候放歌，放任何歌，只要能唱的歌就放，然后就跟着唱，就还行，唱着唱着就开了。饿了鸡嗓怎么样？鸡嗓还行吧。鸡嗓今天干嘛来着？不知道他今天干嘛，他应该还可以。头皮干怎么办？假装你是博主，乐哥头皮干怎么办？头皮干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今天有什么 TMI？我的新手机到了，非常的开心。怎么减肥？我不会去刻意去减肥，只是有看看啊。我直接买了一个壳子，还行吧。哎，早知道给大家搞一个拆封的 vlog， 美白关掉，磨皮关掉，就是那么的自信。美白关，自磨皮关，瘦脸四分之一，记住了。那磨皮关了，这里更明显了，没关系。人总得有一点小瑕疵，你让他拒绝帮我体测跑800，我好没面子，被朋友们嘲笑了。不要，哎呀，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自己活得开心就行。今天没开美颜，你看，没开美颜的脸。这个痘太让人难受了，主要是。但我活得真的特别，我妈都跟我说，整天跟我说你去买点衣服吧，去怎么样怎么样，打扮打扮。但我真的不太喜欢打扮。哎呀，这个痘好烦了。可以，就这样。饿了，我已经进被窝了。你真好，真开心。不想上学怎么办？上学这个东西呢，你想上不想上，你都得上，那就开开心心的上吧。不想上，一整天心情都不好，那还不如开开心心的上，心情还能好一点，是不是？别遮呀，不用遮，不行，这太，感觉，如果就这样的话，你们都不会看我的脸，一直只看我的这个痘。铁男人不需要新衣服，你说的对，谢谢。操老爷们儿！但为什么我不知道很多人为什么都喜欢说我有时候活的很多行动很多样子特别像大叔，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吃饭的时候鼻子流汗流鼻涕吗？还有我走路的时候喜欢背着手弯着腰走路。体测50米12秒什么水平？
不知道，好久没有这样，好久没有测过了。你给我看左边脸就可以。哦，有道理。今天团综跳马，对，我今天还没看，今天没时间看，放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哇 ，Simon says vs Boss， 这个太难了吧？但我还是选 Simon says 吧。哎，不管了，太累了，不想这样。你没你那个大爷，没有签名大爷，英中，我认同。我皮肤也没那么好，你看我这个痘，皮肤多差呀，是不是？我没有抛弃 boss 啊，只是更喜欢 Simon Says 而已。50米12秒不及格，拉一段。今天练习的时候，修套路也在，我跟着他一起跳的 Make a Wish， 我把他震惊到，他说你怎么跳的一模一样，把我开心的，也有可能是他嘴比较甜罢了。最精致的是谁啊？最精致，这除了我都挺精致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就那样吧，还不错。想吃宵夜，我好饿，好久没这么饿了。Boom vs Riding Boom。直男死亡角度，其实我知道这个角度不会太好看，但是这样轻松一点，这样靠着后面。这头发也太乱了，但很我。但今天真的跟你们说实话，我真的今天这个头发已经是我平时最顺的一次。 Puzzle piece vs Dancing the Ring Puzzle piece。 上火不是上火，长痘了。一辈子免费炸鸡 vs 一辈子免费看篮球。一辈子免费看篮球吧，因为篮球票比较贵啊。没有上火，只是长痘了。哥，你是不是瘦了？我瘦了吗？我胖了吧？吃挺多的最近。你会长活？长啊，当然长。这就不给你们看了，毕竟我还是一个爱豆，是不是？我不太想刮胡子，因为我有点想就把胡子留出来。就很明显一点，但是还是得弄。前 Geno vs Mark， 如果你说的是无趣程度的话，他们俩不相上下。剃光头重新养发怎么样？不是说我染发褪色变成这样的，我是天生我的发型就是这样，我天生我的头发就是自然卷。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头发一直都特别卷。待会儿回去宵夜，炸鸡 vs 拉面，有点想吃炸鸡，拉面好久没，拉面经常吃，炸鸡好久没吃。
前都明明很有趣，你好善良。但钱总他最近挺有，他的确挺有意思的，挺，他一直都很可爱，我觉得。其实说他没有意思，都是想逗他，没有那么没有意思。实话说真的，记得涂润唇膏，从来不涂润唇膏。行，回去涂一下。被我抱抱，被 VS 被我亲亲，都不太想要。唱 from I remember like it's yesterday. Oh no. 今天我嗓子痰有点多，不唱。最近那边是巨冷，昨天特别冷。所以我感觉今天有可能有是不是有点感冒的意思，但是没有。Mark vs 坤，如果真的，我跟你讲，我选 Mark， 坤哥肯定要吃醋，坤哥特别爱吃醋，坤哥吃醋的心特别大，坤哥最喜欢吃醋了。拍尬关了吗？没有，我不拍尬关。我上次那期跟陈文阳拍完了以后就。感觉我就跟尬关再见了，没有一个不熟的，没有一个尴尬的，这让我很尴尬，因为我想多拍点，多拍点这种东西。乐乐喜欢哪个篮球明星 ？Stephen Curry。我明天要考试，烦死了。考完了就能解放了，赶紧考完，赶紧解放，赶紧。疯完，再忍一忍。昨天录团综了吗？你自己猜。但录了，对，录了。反正录了，我不说剧情，你们也不知道。录了就录了呗，是吧？反正还有几期呢。任俊 vs 文俊辉啊。那我最近跟明浩一直就经常有联系。我跟明浩比想象中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而且实话说，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 role model 就是他，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生活的态度啊，他的很多做事的风格都是我比较喜欢、比较尊重，所以希望多跟他亲近，多跟他聊聊天，这样能跟他学到很多东西。冥想，对啊，他一直冥想。我觉得，也没有一起冥，没有一起冥想过。但我，他的那个就是像碗一样在旁边转，会有声音的那个东西，我操作的非常好，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声音。就那个转了以后，它的那个频率会产生震动，就会有那个声音嘛。我特别喜欢闭上眼睛，然后转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声音出来。我觉得，就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没有就是夸张的说，或者就是怎么样。但我在转那个时候，就感觉有一股光在照着我，然后感觉整个人的心都能平静下来。我今天下午就自己在练琴，就弹钢。新的曲子嘛，因为好久没弹琴。哎呀，差点手机没电了。就想把
突然整个人都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一直很不安，然后心情很复杂，特别的就怎么说呢，就心情很怪，就怎么说很浮躁，然后就想自己静下心来，我就那时候就特别想听那个声音，因为我在转那个声音，整个人的心都能静下来，感觉有股真的有，就真的我没有在就是骗你说觉得就有多神圣多怎么样，就多有用，每个人对每就这种东西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用应该都有用，我也不知道，反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反正我弄那个东西就感觉有光在照着，然后整个人的心都能平静下来，特别的好，然后我很性感 VS 我很可爱，那比起可爱我还是喜欢性感一点，经常跟明浩聊聊，就是聊人生，聊聊我们，就是聊很多事情吧，对我帮助很大，他真的对我帮助特别大。性感男人是要露腹肌的。腹肌这种东西不是随便录的好吧，名号不叫哥，我文俊慧我也不叫哥，我像一般对我来说像哥哥的人我都会叫他，感觉就像好朋友，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就是相处的话，我不喜欢叫哥哥，感觉叫哥哥就会有距离，对我来说就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觉得就像文俊辉他跟坤哥同年，但坤哥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一直照顾，但是文俊辉就像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好的玩伴，所以我是这样定叫哥哥叫哥哥或者不叫哥哥。坤哥没有距离，坤哥哎不要搞，我跟你们讲，坤哥不是有距离，坤哥是真的，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哥哥的存在，因为他真的特别照顾我，而且真的像亲哥哥一样。对，文俊辉嘛，他平时比较疯，比较闹，跟我差不多，所以就像朋友一样。如果我是女生要和谁在一起，我想我的话我跟 Mark 吧，我之前跟 Mark 说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就要追你，但现在怎么可能跟猫儿在一起，他个男的。我对男的不感兴趣，但如果我是女的话我肯定就对猫儿感兴趣，太可爱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能做到这么可爱的。库里 Mark，哇，我选 Mark， I'm sorry Curry。 在明哥哥 VS 在明乐乐，我们成员们真的都很帅吗？我觉得帅毕竟
大家都帅，但我最近突然发现我们这23个人吧，还不包括我吧，22个人，除了我的22个人，都每个人都很可爱，真的，拍一起拍综艺，然后一起生活，一起活动，发现每个人都好可爱，都特别可爱，真的。化妆没有化妆，一点没化妆。要是化妆的话，这东西就不会在了。Song vs Mark， 你们怎么就在这么喜欢搞我呢？是吧？Mark 以外谁最可爱？难啊，想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Mark 以外谁最可爱？想想 ，Chenle。什么叫天哪？不是西之你，你和马尔谁头大？谁是一？谁是三？谁是队长？队长那当然不也是最大的。你头和我一样大，那你今天这个耳机估计也戴不进去吧？2号最大，也是哦。乐乐什么时候出 cover？ 我最近在想出 cover， 我也想出 cover， 我想唱唱歌了最近。这角度也太丑。松灿和修塔鲁。松灿和修塔鲁，知道 Kyo， 两个都不错。修塔鲁好，特别特别纯洁，特别可爱。松灿，我觉得他在发展，他就是下一个成武。哥来了，什么叫坤哥来了？坤哥为什么？坤哥为什么来了？拜拜，坤哥。发评论了，我没看到哎。再跟坤哥一起弹一次钢琴，可以啊。坤哥 vs Mark， 那坤哥在看的是坤哥，开不开心，幸不幸福？夸一下坤哥，坤哥也帅。坤哥啊，不是坤哥帅，坤哥也可爱。红 V 的就是坤哥是吧？看看啊，你再发一个你的评论，我就看。
看得到的应该。怎么不发了？懒得理我了呗，很正常，没关系。坤哥走好，钱儿哥。坤哥生气，生啥气啊？我都选他了，还生啥气？嗯，这样看不到。没讲敬语，现在成员跟成员都这么亲了，一二七，一二七个狗都不讲敬语了，基本上。亲的人我不喜欢讲敬语，我感觉会有距离感，不方便。侄子会叫叔叔了吗？没有。威神都是中国人，怎么可能讲敬语啊？全都是朋友，一对朋友。可天佑就会用吗？就不会特意去磨哈塞哟，这样不会这样。当然说话方便的话，对方也方便，然后互相交流的话更通畅一点，我觉得。但如果他们不这么觉得的话，那他们可以随时跟我说，正对麦哈老公说敬语，那我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他们都特别好，都愿意跟我像朋友一样相处的话，那这有什么不好的，是不是？跟严熟啊，刚特别搞笑，今天在马路上坐着我经纪人的车，在马路上碰到他，我赶紧把窗拉下来，哎呦呦呦呦，然后那时候戴着口罩戴着帽子，他都没认出我是谁，那直接抹黑啊，要不会现在，对啊，各位打工仔到家了，下班，不聊了，我要休息了。Bye-bye.